大家好，我是小胖啊，今天给大家继续带来203年五城坛咱们没有解说到的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比赛吧。观战方是兄弟团队啊，对战方是南阳府。那兄弟今天上了一个，他们一代师徒啊，也少带了一个血神木啊，选择上的是一个化身土陀、血神木武装再加地府的一个组合，哎，这么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阵容啊。那对战方上的是一个女儿盘丝的双峰，配合着还有一个武装三峰体系加化身四，保着一个神木四保一神木林。怎么现在四保一神木林这么多呀？好几个团队啊都在玩这一套阵容。那观战方这边是拿到了一速、二速、四速、五速啊，前五速度观战方这边拿了四个，一二速还在观战方的手里。对面女儿就抢了一把三速，开场第一回合就被点倒。主要是看观战方这个阵容是怎么玩的吧啊，那现在兄弟也有啊，也有阵容空间了，能来回的玩一玩不一样的东西了。日月乾坤没套中，连心剑意。普陀山。这普陀山咋玩呀？他这个阵容要爆发的。啊，周氏普陀又没有爆发。你不会是个力普陀吧？看这个速度也不像是个力的啊。那个是骷髅武装啊，骷髅武装就、一直都在兄弟团队，但也不怎么上场了现在啊。以前打剑会还偶尔带一带啊，后边就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见过了。哎，那天打群雄的时候还用了一次啊，那天打群雄的时候还用了一次，七个纸儿。移形换影，把封印换过去，还换了他一万多血。对面化身死直接惨了，小爽直接挂中，砸掉3500。哎，那这样观众红这套阵容好像就更不太好清宝宝了吧，对吧？本身兄弟他清宝宝能力就非常的差，你现在没了师陀，又上了一个普陀山，感觉这个清宝宝能力是差上加差了。这一个移形换影，直接把对面化生死给换没了。补灯700多，哎，这个补灯补的好高呀。他开了连心剑意还能补到一个700多的灯，对两方肆无忌惮的打起了天地统手。你既然没有物理了啊，那人家可不就打天地了，把这个归宿叶罗刹也得及时清清，不然观众方老是用这个宝宝去偷酒然后移形换影啊，这你受得了的。对面女儿村没一速啊，这是个问题。蛇身取叶，直接蛇满自己的归宿，再控制一下血神木，灰岩也打伤了。凝滞术还是啊，要把观战方要把自己的速度稳的特别稳才行。4400带走了，哎，可能进见到四方靠。哎，你别说兄弟
但是你说他这个阵容虽然不一样啊，但是核心是一样的啊，他的内核是一样的，依旧是玩的一个点杀的套路啊，移形换影，把天地同兽也换过来，观战方正好挂小锁，然后还给对战方的女儿村来了一个醉酒癫狂，不能用技能。本身对战方有天地，观战方挂不了小死，但是这么一个移形换影，把天地就给换过来了啊，换到观战方武装怪的身上，那小爽就可以挂了，只不过小爽没挂中啊。但对战方女儿村还是用不了技能。哎，话又说回来，一个武术女儿村，她还用什么技能啊？一个武术的女儿村只能来控制一下观战方的神魔啊，谁也控制不了。舍身取义，日月乾坤，关键时刻啊，武装这边还能用一用封印技能。我现在就想看观战方这个咒是否和紧箍咒能箍多少血，或者是说他干脆就不用紧箍咒，因为感觉紧箍咒跟兄弟这个阵容它是背离的啊，啊，紧箍咒这个技能跟熊弟他这套阵容是有点背离的。熊弟这套阵容打的是暴力点杀啊，紧箍咒玩的是一个那叫啥呢？温水煮青蛙啊，玩的是一个消耗，目的不一样。那观战方又是一把五星法术，把对面女儿给砸死了。你现在普陀山也比对面女儿速度快，所以说很难受啊，节奏有点不太对。6000，日月乾坤再套一套，诅咒之烧，观战皇又想搞事情啊！日月乾坤再套一套，又把对战方化生死给套进去，然后小死亡没挂住。哎，今天兄弟这个小死亡有点儿，感觉跟他剑会不一样了啊！剑会那基本上是弹无虚发，今天已经失误好几次了，打了9回合，失误了有一半吧。差不多吧，啊，有一半时间都是失误的。舍身取义，日月乾坤再套一套，又中了小死亡，哎，这回挂中了。那对战方女儿是没有了啊，一把血雨伞扔过去。看来观战方这个普陀山啊是不打算挂紧箍咒了啊，就需要啊就用五行法术去打一个突破。对战方流云来补给了自己的女儿村啊，但女儿村倒地以后下滑到宝宝身上。换个虚弥，我看应该出来了，因为观战方后续这个虚弥换的会比较的多。
这边继续偷酒，诅咒之烧再给还能接着点。哎，这边诅咒移形幻影没放出来，化身寺这边是扔了诅咒之烧了呀，移形幻影没放出来。移形幻影的要求就对战方的气血低于80%啊，那诅咒之伤刚好可以打20%啊，那么是不是恰巧就可以用这么一个移形幻影了？但是没用出来，这就很尴尬啊。可以说移形幻影啊和这个诅咒之伤它是最搭配的这么两个特技组合了。但没换出来，没换出来，失误了。是血量不够吗？请武装对战方选择风特技，哎，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啊，嘿嘿，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小死亡没挂中，你看又是我了。就发现兄弟玩过很多阵容啊，但万变不离其宗嘛，他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点杀，不管是咒师也好，骷髅武装也好，还之前玩的莉莉虎、狮驼岭、霜雪神木啊，他只有一个核心，就是地府啊，就地府，就围着地府这个圈来回转。而且这套阵容的话，关键方这套阵容比较怕两个门派啊，一个是咒师普陀，另外一个就是国标点杀啊。咒师普陀的话，头上给这个骷髅武装挂个紧箍咒啊，其实他很难受的，非常的难受。你九转拉起来想要偷酒，对吧？人家一个紧箍咒把你箍死了啊，九转拉起来就1200血啊，就1200血。一个紧箍咒把你箍死了，然后怕国标，人家对手如果有地府的话，一个小爽给你挂过来，碰一下你就死了，你就1000多血，连2000血都不到啊，碰一下你就死，那肯定受不了的。那小死亡血雨再扔，关键方补一个孩子，那这孩子最好还是归宿的孩子，为了配合自己的骷髅武装冠嘛。灭卢斯又开启了。哎呦，这么打下去，关键红这边宝宝消耗就有点大了。主要是对战方人家毕竟是一个这种三封四宝一体系啊，关键红想切进去确实有点难。时不时人家武装官还给你玩个天地同兽啊，确实游戏体验不是太好。再控，1200八温侠再扔，没扔中，再扔无魂，好家伙，这伺候的到位啊！这不把这化身寺弄死，都对不起自己。对战方给自己的化身打了一个天地桶，收子，你这是要干什么呀？你能不能把小床先解掉，你再挂天地啊？不然你这小床，你这是给化身寺挂了个天地吗？你这是给化身寺挂了个催命符啊！赶紧把小床解掉。你不解小怂挂天地，那就是你在害他，亲爱的。
不要这么搞啊，不要这么搞。鹈鹕保地府移形换影啊，继续杀女儿村。小死亡直接挂，哎，你看有天地保不住，这个移形换影啊，是真的。我哭死了。九凡青莲化生死，没有活出这口血来啊！你看这力劈来了，你得打不动应该啊，铁保护了。但是对面化生死真的是，他能不能把这看着你心慌的慌啊？你用个宝宝卡个五龙丹的事儿啊，你非得整这么复杂、啊？舍身取义，换须弥了。落花成泥。嗯，对战方继续活血，还是得控制观察方这个武装啊，这武装太……同样的操作啊，也可以给对战方的化生死享受一下啊！现在的问题就是观战方的宝宝你能不能撑得住？哎，你别说啊，人家就这么温水煮青蛙，一个龙三的什么一直搁那秒啊，也没人管嘛啊！对面龙三什么压根就没人管呢啊！其实观战方不管是人物呀还是宝宝，被人家一直秒下去，观战方的药品消耗以及宝宝消耗都挺大的。一把慈航救起来，换地厅。现在一个地厅只能加两个战敌，看看兄弟这两个战敌的地厅能不能有威力啊！啊，你看这神木啊，游戏体验太好了，又秒死了一个，一万四再带走，哎，神又一个，这大鬼将啊，帅气！哎呀，这林中鸟又带走一个，再加一个嗜血追击，别把地厅给带走了，差一点点血，差点把地厅给带走了。四号完了，哎，宙斯这边没有蓝了，先卡个蓝药，一把延长扔出去，接下来怎么操作这个地厅？啊，人卡了一个药，普陀山加战敌，这地厅怎么着也比龙三神木速度快啊！回口，关照万象，点着神木来的，一下3600，有机会啊！两下，八连，三下，四下，八连，五下啊！你看兄弟现在都是五轮车。啊，人家现在都是五轮车，牌面有的，直接啊带走了对战方的神木林，啊，带走了神木以及武装怪，带走两个啊，再加一个宝宝，地厅打出了一波大优势，对战方女儿她又没移速，然后小爽还倒着。又没有小死亡，他也没意思，没意思也没法死亡，所以化生死任重而道远。但是紧随其后，观察方一把移形换影，你就不用任重而道远了啊，没什么任务了，观察方要把你灭掉，直接把化生死给移形换影灭掉，天地同寿，跟闹着玩一样啊。观察方这个移形换影这场比赛确实发挥了不老少的作用啊。
那偶尔换一换阵容，这个味道还是比较重的啊。但这场比赛我感觉这个普陀山的作用好像也没那么明显吧，对吧？咱实话实说，就武装冠是肉眼可见的有用，但这个咒石普陀的作用体现在哪里啊？哎呀，这砸了，砸了1100啊！风卷残云，一般，好像。血神梦再倒地，看看队长方能不能扛了。应该是不太行，因为他现在没有化生死了，没有化生死谁给他们会上线呢？这些没有上线的孩子啊，一个个都得倒在观众方的移形幻影之下。就这种武装冠，怎么着也得带个18-9就好，对吧？没速度也是个事儿啊，这人家先挂小死，你后上天地啊，这个事儿就整反了啊。来，再换地听，一把三延长，哎，这三延长，地听再来，还是地听厉害啊。来，赶紧套下这武装，也没套中。你说他们是怎么把一个骷髅号养到化身的呀？这有点难吧？就不点强身，不点强壮，然后能养到化身，好像这做任务都不好做的吧？哦，对了，这年头有口袋版，对，有口袋版，关照万象。小死亡这回挂住了啊，后边几次啊，关照峰这个地火还是比较给力的啊，基本上每一次小死亡都挂得比较准。笑里藏刀，关良环又
又投九了，这武装带了多少酒？十来八个，我估计带了十五个酒吧，因为他这么个骷髅门派啊，队友，哎呀，他酒转要带，酒要带，队友还得帮他带，队友可以帮他带酒转吗？但是酒你只能自己带，对吧？你站起来想用移形换影，你又没愤怒怎么办？所以酒一定要多带，十个酒肯定得有啊，十个酒肯定得有，那剩下的都带酒转呗，带别的好像也没啥用。抖起来，移形换影，再换，一个醉酒癫狂，这家伙，这关键是还在封印的啊！有了这个醉酒癫狂，人家还不能用技能，你这个就过分了。捎带手的还送过去一把愤怒，送过去一把封印，哼！感谢大家收看啊！没有点关注的帮忙点关注，没有点赞的帮忙点个赞。关良方确实宝宝也不多了啊，但是也顺利的拿下了，打了三十个回合，兄弟能打长时间的比赛也比较少啊，不多。拜拜。